哎，写了好多字在地上哦。啊，吃完了，哇，怎么都吃完了，饱吃都完饱了，了，吃要完吐了，了。我们回对，头他看还对，有残影呢，对啊，刚刚看有残影，什么才艺？那个啊，场我们地的盖了残，的残骸，对对对，哦，零分钟，他最哦，最最快就短是三分钟哎、欸，啊、哦，他没办法再说了，三分他钟已问经他很问极他问限他了，好什么无不限，没有限制，不好？算了，以后观众也可以提议，三分钟盖什么？现在快速场了，哎、欸，三分钟可以猜对上厕所、欸，哎、啊，强哎、欸，厉害厉害，强哎、欸，一字不漏哎、欸，完美忠实呈现。我只是不知道是尿三分钟还是上三分钟啊，反正是上厕所就对了。耶耶，有了没尿出息，尿出息啊，每个人。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三分钟，三分钟。啊！哎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不给你三分钟了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随便出个题目啊。啊？那你刚刚换那个一题的。啊，一题啊，这是一题啊。一题，一题到这三分钟。哎，好啊。三分钟一题，随便出是不是？随便出。真的想不到，我已经。打字很多哦。是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。题目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巧克力的，太想玩啦！什么的？小萌在写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三分钟了，三分钟哦！阿基加油！什么？哪一种纸比较好看呢？阿基加油！嗯，选这种比较好看。是这种啊？好，让你们黄标。好，他记超喜欢他的题目。黄。哎，我在他记后面呢。要黄标了。为什么要黄标？没有，这哈基不是说他要黄标了吗？你为什么要盖成要黄标呢？为什么？不行啊！啊，歪掉了！啊，等一下再调，调一下。啊，随便啦，敢拿的就拿那个啦，就拿这个啦，随便啦。你也太艳素了吧！就拿这个啦，就这个。哇，只剩81秒，短。剩下一分钟了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东西，我干好难啊！嗯，怎么长得好奇怪啊？真的，那怎么召唤不出来？哎呦，这样就这样吧。能不能会啊？我忘记了啊！哎，他咋盖不出来哦？啊，我。不知道怎么开比较好啊！哎呀，这样有像一点了吧？我觉得主要是颜色错了，不然这很像。那就这样，剩下15秒，噔噔，
噔噔，怎么是这么黑的、啊？噔噔噔噔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哎呀，来了！啊？这什么啊？哎呀，好可爱哦！啥？三分钟能干嘛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没有没有，就随、哦、随便题目啊，没有限制哦。嗯，这谁出的啊？真的是，他到底猜谁的？啊，这是谁的？秋风盖的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这题目是什么鬼？哇哇！鸡鸡、欸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你好，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我也爆头了，等下再来看。哇！哇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踢你腿短吗？马上直接爆头！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熊猫还生病哎、欸！这就是哈记心目中的哈记长这样。哈记长，你对了。哎，恭喜呀、啊！西瓜吃熊。哈记心目中的你长这样。好可怕！太可怕了吧！哇，这个逆推啊！哇，这个逆推可怕哇！直接吃掉了吧？真的是你们两个好猛啊！西瓜吃熊啊！哎、欸，其实你猜的也没错啊！哎、欸，嗯嗯，哎、欸，这熊猫也感冒、欸？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怎么没错？怎么东西？趁熊猫感冒，所以就可以啊！粉冰怪好可爱，可爱，好可爱哦！然后大家哇哇哇哇，一字不漏 ，OK 的啦，可以。如果可以，吉吉变，好可爱，原来是吉吉话，喵喵喵喵喵了，喵喵喵，喵喵喵，超长。哎，吉吉话的喵喵真的超长的，对吧、啊？可爱哦，白星好猛啊、哦！哇，这盖好厉害哦！喵喵喵喵，超喵喵喵，对着镜子说。啊！那么好，哎、啊欸，有言文字，有言文字，哎呀，厉害哦！马上就来，喵喵喵！哎呦，很会耶，照镜子，照镜子，也是，没有那么好看了，不好看，布丁，布丁盖大便，盖你，布丁盖大便，干嘛要留下来啦？对。你为什么要反着的布丁？你为什么不爱正着啊？还好你盖得很奇怪啊！还好你猜出来了，不然是真的是。还好你盖得不明不白。对啊。我们哪里看？你看下面是布丁、啊。观众表示这布丁不想吃。你自己吃。正在打，好难看哟、哦，好难的，太难的吧？这真的超难的，谁演的？好猛，好猛！你看这谁演的哟？这反正超像是十秒吧？哎，五秒，这个太厉害了吧？十秒对，应该是十秒没错啦，好笑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好厉害哦！太会猜了吧！完美，好笑 ，perfect， 休息，我去找喵喵，我也要找喵喵。哎、欸，吃掉了啦！哇！吃掉了，你把布丁吃掉了，被吃掉啦！还没拍到哎、欸，中文输入法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好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今天 Building Game 还蛮棒的啦，不像之前都盖了一些阿里阿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猜不出来的，对吧、啊？
感谢您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哦，记得礼拜六台北有场次哦，第一天，然后位置是在，自己都忘记了，等一下哦，我记得是 A09 吧，还是 F0？ 哦 ，F09， 不好意思，我在 F09， 那再留意粉专喽，大家拜拜。Boy, bo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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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y,没拍到橘子兵，我有拍到，你有吗？我可以看记录档啊，我有抓角度哦。哦，哎呦，我可以美机哦。哎呦，是我可以自己再干一次出来哦。其实好像也是可以哦。哈基，怎么了？题目啊，哈基，你们两个就是互相那个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们这是什么默契啊？而且都想得到同时要一起那个，真的。我只想说刚刚有那一题啊，马上，互相伤害，互相咳嗽。好嘞、okay ，给你这个，拍。抓角度，其实我们休息一下，好好，那我去上厕，三分钟上厕所，我真的要去三分钟上厕所。喵喵喵喵喵喵，那个超可爱的耶，巧克力包，几句话哦，所以有那个猫猫的几句话，对我找给你，那个超可爱的，太可爱了，那个是那个什么？喵喵，不是，那叫什么版才会有的预售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个不是每个都有，抢先体验才有的预购。可是我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没预购吧？我没预购，可是我有哎、欸。去尿尿，是他的有是怎么有的？对，就直接在那个盒子上面有一张卡片，哼，然后这卡片就直接收进去啊。啊，会不会是有人买预售预购的，然后那个卖不完啊？啊、可是我好像没有拿到哎、欸，我是 PC Home 订，很晚才订的。哎、欸，可是他送我不是另外两只吗？还是喵喵也有？有喵喵啊。可是我们这边我反而没有喵喵哎、欸啊，不是送的那个是那个新机头，送喵喵是在卡比兽前一段活动是送喵喵。哦，有送哦。对，你只要进去里面去点之后，那个什么新闻那边去点一下，你就送喵喵了。哦，这卡比兽之前的活动，所以预售也会送哦。预售会送啊，可是我怎么没有拿到？瑶这边也是你是预售哦，他是预购啊，就还没出之前就已经订了。啊，你有去神秘礼物那边领吗？他领到是另外两只啊，这个心灵宝跟购，那叫预购特别。因为我其实没有在上市前就买，我也领到了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预购？这个是那个卡比兽之前的那个那段时间。哦，是另外啦，抱歉，是心灵宝跟那个幼吉啦。嗯，所以喵猫应该是喵喵，这喵子超可爱的。可惜、巧克力在我后面。我们巧克力在你后面。啊？他不知道几句话。哦。一句话。喵喵。那好了，反正这个会盖，好猛啊！哎呦！害羞。你看，换版本。
你们在家露营啊？对啊。嗯。要打枪枪。有、哦。打枪枪。对。打枪枪。你们要 carry 我？要打三分钟吗？什么？等下是有酱油是不是？你想退出了是不是？啊，你们说那个吗？床战吗？对啊。我没玩过哎，要不趁现在跟我讲解一下。我是最近才开始被巧克力带玩的啊。枪的我也还没玩过哎，真的很霸气、啊，枪枪可以打到船虫都爆炸了。这么可，枪会比较。今天也找小伙伴去玩，因为那是远程的啊，你要么就是远远就被射死。然后你进去别人床差不多，他们都复活起来了，就很难进攻，也很好守，很难进攻。有空来玩看哈。前一阵子蛮喜欢玩床战，真的假的？床战我也没玩过哎、嗯。大概就在他还没出枪战之前啊，我那个小伙伴在找我玩，他玩蛮强的，就跟他们一起玩。那我就没有软喉了。继续撇完那个机甲巧克力。你在画哦？我刚刚就是盖完之后就是开始在画啦、啊。居然。然后观众说太屌了吧？真的是蛮屌的。我说三分钟能干嘛？就画这个啊。画一个机甲巧克力，不是那个柠檬盖，真的像小玉西瓜哦。我好难过、哦。他重点还撒西瓜子，我就想，嗯，对了。我就想说，这次不会错。香料，香料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，嗯哼。友情的破灭。没想到，气的叹气。你是想害我跟哈基的关系不好，对不对？哪有？一直拼命都盖他的东西。不是啊，题目就不是那个，明明就是香料。嗯哼，嗯哼，嗯哼。这样，你可以放南瓜种子、啊。为什么都变岩浆啊？辣味啊！不知道，他们说辣味。我就随便选一个那个，就随便选一个种。反正解释了，哈基懂。这才是破坏友谊吧？这个随便拿一个嘛。今天感觉特别的嗨。我刚刚对啊，边干，然后营养师在那边打那个边点哦，对，边点，因为我想要把那个自动的那个 key 留给你们，待会打那个啊，打那个符文。哦，御魂啊，符文，符文，符文，那打错游戏喽。哦 ，low 的符文也是很久以前。现在没有符文哦，没了啊。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是几个，然后去选这样子。对，现在是页面。然后你之前符，他好像你有多少符文，他就全部都换成蓝色粉末给你，好，记得。现在的货币。对对对。蓝色符文几号？那个七八万也没东西买。因为符文这东西就不公平啊，因为有些人就是没有钱。对啊，没办法买。如果是之前，他等于要买符文就要买角色。对啊。嗯。哇，玉藻前的造型好好看哦，我要买。我也买了。你是买那个吗？典藏吗？那个12898的。我想要买典藏，可恶。讲到玉藻前，我只会想到我之前想 cosplay 他，可是衣服真的好贵。他是男的吧？是吗？是啊，男的。男的啊。他怎么那么像女的呀、啊？他衣服超贵。我到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女的，啊不，原来是男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一看他的觉醒，哎、欸，你们不是跟我说是男的吗？他怎么穿？怎么长这样子？他怎么穿女士和服啊？不行吗？然后再看典藏，哦，男的，靠腰，人家是男孙，太帅了！好了，买了，超爱他，战力啊，好看才是最重要的。靠！
我真的超爱他的，超喜歡。你是会找钱啊？对啊，就在 cosplay 的衣服真的。那你有练他吗？我没有抽到他。嗯、有爱就要藏起来。如果我有钱的话，我会。有爱就是要为了他赚钱。去抽。哇，我想要抽那个叫什么？会有扇子不知火，他长得好漂亮哦！天哪，不知火又漂亮又强，他太漂亮，他很弱也没关系，他太漂亮，他强到不行。那看来是抽不到了。那个时候要抽也没抽到，嗯，我也没抽到，抽不掉。拍拍拍啊！拍拍拍，拍拍拍。OK， 你知道怎么拍吗？拍拍拍，拍拍拍拍拍拍拍。我们去玩、欸、嘿！我、哦、没事，我想要问哈基跟糖糖。哈哈哈！哈，没事，我想要问那个，这个很重要，那个玉渣跟那个什么呀，啊、金色的那个金玉渣，它换下棋会不会不见？啊？你在说阴阳师还是什么？阴阳师。玉渣？你说玉渣？什么玉渣？玉渣打银行。换的那个返回那个。啊、oh, 哦，好，嘿，他下棋会不见吗？你说换哪个东西？换下出来的那个、哦，就是下棋啦。他换下一棋会不会不见？不会，不会， oh, 你自己有就是有着、okay. 有着。终于听懂了。好了，可以拍了。我们去我那边。好，好，然后再换你的斧头，快好了。很帅。截个图就过去。哦，他是那个玩 Happy 手的大枪枪。哦，想床战，嗯啊。接来，跟你讲，这个好玩、啊，真的好玩，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嗯、就是通常玩那个 Bayward 尤其 Happy Soul 你可能会因为 lag 的关系所以打不赢人家或是很多的外挂横行，但是这个你就不怕人家开挂了。是哦，因为他近战再怎么强，哼，我们有枪哦，远距离弄他就好了。对，他外挂怎样也没，他也不可能开太强大的那种直接飞过来、嗯、那个太容易被 ban 了。他是 1.8 点9，看你啊，Happy 手都会建议 1.8 去玩。嗯，好，你189、187都可。看一下，哇，枪版本还真的没玩过。好玩哦，所以等一下我跟酱油都是菜皮吧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在画巧克力啊。他这个是那个梦幻模式，他梦幻模式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换哦。对，所以这个枪就对了，对，现实很可惜没有藏住。不然我是觉得这个抠胜，抠胜，我们等下可以先第一场进去看一下。好啊，酱油有玩过北沃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那你知道北沃是怎样吗？不知道，我跟他说，跟我讲解一下。对，就是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玩的是4v4，所以、嗯、所以就也应该都说四个人一队啦。对，我们就四个人一队、嗯，然后敌方也会有三队，就是4队4v4，总共16人这样子。嗯，对。那Bayward它的特色呢，就是先不管那个枪，就是Bayward本身的特色就是它床战争，我们的复活、哦。该怎么说？就是我们死掉会复活，但如果我们的床爆了，就不会再复活，就只剩最后一条命这样子。所以任务的目标就是要把对方的床都打爆，然后再杀了他们，他们就无法复活，就GG了这样子。
哦，对，你就想成像歼灭战士要挖核心，那这个北我就是挖人家的床，那床只要一挖掉就没了，这样。懂了。那我们所以就是床可能会做一些防御措施啊，做一些保护。那彼此家跟家之间就是空岛。嗯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在空岛上，那要去别人家，要去别的地方，都必须要铺路、铺羊毛去盖。对，然后场上会有几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你的物资的取得，家里会有一个物资点，你就可以在物资点吸铁跟黄金。嗯，那铁跟黄金就是可以买一些基础的物资，比方说所有的羊毛都是要用铁去换的。对，那黄金就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它可以换比较厉害的装备跟比较厉害的剑。就是铁剑、铁装，黄金、哦，黄金，黄金，就是对，铁是最平常的，就是买一些羊毛啊什么，就是用铁。哦。然后还有钻石跟绿宝石，那钻石跟绿宝石就是要铺出去才可以有，铺出去有四个钻石的岛，那个岛就会有一个点，它是专门生钻石的。对，那钻石。就你只要听听就好啦，反正等一下就是比较会了解。那钻石就是用来升级装备用的、嗯，对，它有一个升级商人，可以升级你的武器啊，可以升级你的防具啊，让你的防具有保护，